有撞到电线杆吗？有。救护车，一个人受伤。有什么外伤吗？因为我有医护包。那我们就先上去哦。好好，有什么需要再跟我们讲？感谢。先坐着休息一下，坐着休息。谢谢。先不要动，先不要乱动。要不要先坐着？先坐着。对，先坐着。有撞到电线杆吗？有。有 ，OK。不会，你先休息，不要乱动。救护车，北宜公路27，有一台重机自摔，一个人受伤。你有保险吗？因为有保险的话，可能要叫警察来做那个。保险，强制险。就看你需不需要警察来做个记录。救护车已经叫了啦，我没看到，地板太滑了。刚刚我们上来有几个地方也超滑的，还有湿湿的。是朋友吗？车子可能就要看要怎么运下去了。这个有在漏那个。没有啦，其实他没有，他是去撞，他撞到电线杆，那个不要去动它，因为你不知道它里面怎么了。有什么外伤吗？因为我有医护包。小擦伤，小擦，其他都是撞到。所以应该还好。不过还是不要乱动的好，因为不乱动，有时候真的感觉不到。是打滑吗？到房子，有点小外翻。哦，冲太快了啦！没有需要救援，没有需要救援。哎，救护车已经叫了。警察来了，那我们应该可以去。这边好，这边还是有。这边还是有人交管一下。应该还好啦，警车停在那里。不敢太快，那我们就先上去哦。有什么需要再跟我们讲？感谢。不会，辛苦了。